第一次搭邮轮，太太满心期待，中午左右抵达基隆港，就已经大排长龙，满满的旅客和大大的太阳，戴帽子、撑伞，在烈日下站岗等待报到。长长的队伍从户外排到室内，到托运行李、过海关、领船卡到上船，大概花了3个小时左右。最后看到登船指示牌时，心中真的有点感动。迷之音有一种苦，叫做太太不觉得辛苦。3个小时，超久，又热又冷又饿。再来六六房间，如你所见的，房间里有一张沙发、梳妆台、双人床、两台电视、一间卫浴，还有一个不算小的浴缸。房间跟阳台比想象中大很多，阳台望出去相当开阔，几乎没有遮蔽，在阳台吃早餐，轻轻松松满足完美的拍照需求。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感受度还蛮好的，然后房间还蛮新的，然后比我想象中大非常多。我们现在要去16楼去吃下午茶。金姥姥逛大观园之前，先来填饱肚子再出发是必须的。这里的食物采自助的方式有中式、西式、小点、三明治，种类还不少。来这边让你吃不怕，就怕你吃不下。不过晚餐时间将近，还是保留实力，随意吃一些打打牙祭。之后就前往甲板做做观光客喽。哦，好大哦！对，超大的耶！甲板上满坑满谷的人，颇有跨年过节的气氛。盛世公主号吨位达143000吨，载客人数3560人。依我看来，现在一半的人在甲板，另外一半应该还在觅食吧。此时天空不作美，偶尔下点雨，时间也接近傍晚，度假休闲感也差不多要下班了。等等就进船舱看看有什么活动吧。It's safety. Soon we will all be having fun. But right now, 安全讲座结束后，中庭带动上正式开唱，连两手潜到夏拉拉跟小苹果，此时肚子也跟着开始打鼓，放下器材，轻装上阵，来去觅食喽。从游轮搭接驳船到石垣岛之前，需要先办入境手续，跟搭飞机出国很像，过程中都有服务人员协助，跟着走就行了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船卡可不能弄丢，不然可是回不来的哦。
鱼好大。你觉得炭火烧肉可以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但是就是油脂要点油脂高一点，对，才能感受出和牛的好吃。哦，这看起来厉害。其实我觉得逛起来没有特别新鲜感，对，因为是石原，是个乡下的地方，对，稍微乡下一点，很多东西其实都看过了，没有太特别，没有特别惊喜的东西。我要去下个地方喝咖啡，喝咖啡，喝咖啡 ，Go。石原岛上的时间约莫六小时，时间不宽裕的情况下，预约 Google Road 作为移动工具，我省市也很有效率。很多行程列出来只做参考，玩得悠哉，逛得缓慢，对我们来说才是上上学。石原岛，我们下次再见。You know what's wrong to be with you. I never felt you wanted to. Like all those parties without fun. Like a summer without sun. You know what's wrong to be with you. I never felt you wanted to. Like all those parties without fun. Like a summer without sun.